将在这儿拍一组超 A 的情侣卡丁车约会大片。哪来的男人跟你约会啊？你看这开车的不都是吗？我操，弟弟们今天还喝。哇塞，这也太棒了吧！这里有一群男生。各位看一下 ，Hello， 你是小林粉吗？啊，对。啊，我是你的粉丝。粉丝。那我们俩一起拍个照吧。可以。挺帅的，不是我找别人拍照吗？怎么反过来了？哎，这是教练吗？教练也好帅呀、啊，这边这个地方真的太棒了，姐妹们！哎，那边有个背影好帅的，那个帅，嗯，可以，快去！教练好帅，走吧。Hello， 帅哥，你是来玩的是吗？嗯，就是这样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那个我是来拍照的，然后我看你长得挺帅的，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拍几张合照，可以吗？那跟你结束可以吗？就很快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是吗？就是我们俩可能要拍一点情侣照，这样会不会找不到你了？就拍一个四五张，20分钟左右。行，那我等你结束好不好？啊，同意了。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我会不会跟你拍完没有你？哎，我们也玩一玩，好吧？嗯，帮我拿一件衣服吧，跟白色搭一点的那种。黑色吗？我会穿着显黑呀、啊。你自己黑，你不能怪衣服好吗？待会补个妆就可以了。非礼勿视。哎呦，你要穿红色的给你看。好像是的，换一件吧。我就说这个好看吗？太帅了，这个。待会一定要给我拍好看，再补个口红。你这口红是才买的吧？对啊，女孩子口红本来就很多的，好不好？哇塞，你这个口红颜色也太好看了，跟你这个衣服是不是很搭？口红再多也没有你帅哥多，那是必然。走起来，帅哥拍照。哎，等你头发还没选呢，你找一个头盔吧。就这个，走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哎，那个是不是他？哪个？那个。哇塞，帅啊！天哪，我也想跟他一起开啊！看人家，看看你。结束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拍照了。我天，你开的太绝了，太帅了。走吧，拍照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三二一，笑。太帅了，我跟你讲，姐妹们，这一期你们一定要给我点到100万，点到100万我给你们找更帅的。